怎样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我再也没有。然后最后越靠越近，我们再稍微那种氛围，我们就进广告。你刚真的有越来越近哎，真的那我以前看你跟罗志祥是真的哎，他比较主动了，这边比较主动。好，这边再这边从这边爱的，那你可以帮我喊 action 吗？好，准备，音乐先来，那跑一下 action。有就没有啊，怎么会不好？我刚刚谢谢谢谢，让我赚了一天，赚了一天，赚一把，赚一把，赚了一天，好，谢谢永度，谢谢，好，也谢谢小慧。最后还要问一题，最后这个了，请拿起你的白板。因为很多制作单位可能也会在看我们现在播出。想问妹妹最想要当哪一部戏的女主角？嗯，这边你们也可以想一想，有哪一个角色你们很想演？到目前还没有尝试，未来可以想要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演公主小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公主小妹一样就是帅哥，然后又多金，然后又是一下子认到爷爷，然后就突然成为就是公主，对，千金啊！公主小妹有强碰的吗？有没有？谁也要？哇！小杰一样哎，对啊，那你们两个谁比较适合当公主呢？我的了，他了，他不是，他选择他当，给他当，我当吴尊。你要穿那土袋装，又要了解吗？强碰，公主小妹强碰，啊，恶魔在身边的哪一个？我想要当。对啊，说女主角哎。而且你的发型蛮美的，真的，而且他超酷的。小丸呢，你跟贺小美还真的挺像的，要代替他有点难呢，不过倒是可以当当他的替身呢。妹妹，我一直很喜欢那种浪漫，然后两男一女的那种感情。那两个男孩子，像那个我以前高中超迷爱情白皮书，跟杨丞琳是女主角啊，然后彭于晏跟那个余文乐两个抢一个，哦，我每天上课。希望都有这样的同学呀，结果没有。艾莎十七。嗯，因为他跟 P M I T 一样，都是比较惊悚推理的偶像剧，还蛮特别的。哎，这个戏是好好推崇一下，那个已经突破偶像剧的一个思维，还有他们那个架构。听说是原班人马帮你们一起制作，导演也是。对，丫头蛮适合艾莎十七那样惊悚的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就专门配那个。注定我爱你，为什么？跟你妹一样啊！就他的那个起落很大，就是感觉历经了人生的所有，碰原本丑丑的，然后后来碰到心爱的人生，然后也怀孕了，又流产，然后后来又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的妈啊、就历经了所有。有强碰的是谁？永兔惨了嘛！完了，惨了嘛！我当他大姐好了，就比较那个滑一点的那个。安娜是什么？杨小花，你们好像很喜欢我，因为我可以释放内心的自己。你们自己呢？你有没有想要演的角色？我想要演那个什么啊？木村拓哉剪头发那个叫什么？美丽人生。对，我喜欢美丽人生木村拓哉里面的，很有层次。对，不会，难道不想要演那流星花园那种吗？我觉得我不适合哎，怎么会？我的样子不太适合贵公子。
我也不适合。对对对，如果流星花园，你不是大家站到山谷上拍那个片头，言承旭站出来，比如朱孝天、周渝民，然后我最后站出来，大家当肥子嘛。什么？不适合啊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觉得黑人哥跟我是一样，都是比较运动一点。运动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适合那种贵公子头发长发飘逸。我觉得我们俩长发有点奇怪。对啊，很奇怪啊。到底有多恶呢？凭空想象可能很难想，咱们后制组贴心的帮您合成啦，就是这么恶心。还不错的日剧就是《十四岁小妈妈》哦，在日本创下超高收视率。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演出就是怀孕，然后有肚子有自己的小孩的感觉。哇，蛮想跟那个吴尊来一下过招哦。你们还没有正式结合过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的古装其实还蛮吸引我的。那不是你现在讲，感觉好像你很喜欢他感觉。我想要来跟吴尊跟我讲，跟吴尊都还没有跟他结类的，哪一类？就武打吧。最近有没有想要演什么？我想演反派看看。反派就是那种很狠的女孩子，或是专门是那种破坏人家感情那种女孩子。哇哇，冰瘦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比较以前都是演那种很乖啊、很有气质女孩子，就是想要不太反差一下。介入感情，一定要介入。介入，对，是吧？好。我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部日剧叫《交响情人梦》，哦，就它里面的那个女主角，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会弹钢琴的女生，但是她里面的演法又有点就是漫画的感觉，就是还蛮想尝试那种就是很随性大方的演法。哦，我个人呢，很想演的什么也没有人问，那种史诗片没人问我，没有人问我，是不是？我难道不能自己讲？我不能发表，我不能发表意见吗？可以，就是要演那种《水浒传》。水浒传啊，好，你演《水浒传》，鲁智深，对，代表超适合的，剃光头，然后可以武打。那我演豹子头林冲，跟你对打。哇，这种才有意义啊！把自己搞得哇，可以这样打架啊，什么帅的那种，或者这种军教片啊。BMIT 来讲的话，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剧。那这个戏剧跟一般的偶像剧是不一样，我个人也是品质啊，可以做保证，因为常常看他们探班，然后导演啊和剧组和演员的用心，大家可以去真的就好好支持一下。再次谢谢三位啦，谢谢。